大家好，我是高手邵五经，各台湾大选感受告一段落。今次这场大选，不知道大家的心水是哪个呢？咁有啲人就心水系赖清德，但可能其实佢嘅政治取向唔系赖清德，系 OP 都唔出奇㗎。咁呢度就有个小测试，测试下个政治取向真实系偏边一边嘅。唔讲咁多，而家嚟玩下。测试完结，我支持赖清德，然后我的取向和赖清德都大致一样的，只是有少少 OP 蓝咁样咯。冇想到我都有少少蓝，几有趣的测试，大家都可以玩下嘅。